饭了，姐妹们，今天吃的都是肉啊，还有炒米粉、辣椒、木瓜丝，吃吧。培根。尝尝，好吃吧？大骨头，咬不动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哇，不想再吃啊，太费劲了。辣椒，锅里有，不要不着急。热，没有一口，妈呀！这两天又开始高温了，保温问题合适吗？可以合适，去吧。我们是女孩，不是男孩。尝尝，